我今年60岁，我儿子退伍，一直想要创业。我今年50岁，家里是在开保养厂。我今年60岁，我的后生是自由业。我今年50岁，我的职业是美发。我儿子退伍之后想要创业，要我帮他。其实我也很想要帮他，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帮他。我的孩子今年刚好大学毕业，然后他有意愿要自己去创业，可是他又不想从事我们的本业，我不晓得要怎么帮助他。我好像想要创业，除了钱以外，刷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到三工。我的女儿刚毕业，她想要做个小生意，我们还没沟通过她到底要做什么生意，不知道怎么帮助她。欢迎收看《人到中年》，青年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根据调查指出呢，创业者的创业资金来源以自有的资金比例为最高，达到32%，其次是青年的创业贷款20.8%，以及第三名15.8%是亲友借贷。除了本身自备的资金和创贷之外，有时候父母亲的资金上的帮忙也是少不了的。但是有一些父母啊，为了支持孩子，放下了自己稳定的工作，在中年转换跑道，和孩子一同创业。亲子之间一同工作，最常碰到的问题可能是沟通了。所以就有人说，创业靠的不是聪明，而是沟通。到底人到中年，父母究竟该怎么帮助孩子创业，才能保有良好的亲子关系呢？欢迎田爸，你好。你好。首先是经营米香店的简许全、简志源父子，再是经营名品包包清洗店的蔡素兰、赖世林母子，以及经济部中小企业升级转型辅导顾问詹祥林先生。哦，今天这集太特别了，按年轻的人去创业，父母支持之外，父母还转换了跑道，跟年轻人一起去创业，怎么回事呢？马上问一下现场的两个家庭、两对来宾。先问一下简爸，一开始儿子要创业，就是儿子嘛，哈。嗯。你的想法是什么？那样想创业是最好，可是他一开口我就反对了。嗯、等一下，你又说最好，为什么开口就反对？那当然了，他要创业，那跟我的本业，我的本业。跟他想那个对比不一样。你的本业是食品业。食品，他想要做什么？他想要改成复合式的啊？为什么不接手我们家的食品业就好？你要改成什么复合式？所以你一开始是反对。对。好，那赖妈呢？听到他说要创业，创业他去创就好，干我什么事？你创你的业啊，干嘛拿我的老本？关我什么事情啊？你原本的行业是？哦，我原本是学那个室内设计，所以有真正从事室内设计吗？对，有。那创业创室内设计不就好了吗？听起来显然不是室内设计，对不对？对。你要创的是什么？我想创的是就是一个服务业的部分，包包的护理这样子。包包的护理？对，包包的护理。修包包？修啊，然后可以做一些、哦、名牌包包修跟清洁，对不对？对、哦，就是比较环保了，就是可以就是把它就是重新再利用，不要就是一直买新的，就是旧的东西还可以再把它、哦。而且旧的有很多的回忆，对不对？对。可是妈妈刚已经说、啊，你创你的业，跟我把我拖进来，为什么？因为妈妈这个部分的话，她有一些她本身经历过的专业部分。嗯哼。那我这边其实在成长过程，在这个事业的成长过程中，她可以。帮助到很多地方哦，所以你后来真的有帮助他很多地方吗？有。哎，简先生呢？爸爸刚才一开始听就说不赞成。没有，那时候创业之下，说年轻人嘛，还没结婚，是就一个杰郎爸，他归给回阿爸，对哦。那我就想说做点不一样的，是。所以那时候就离开我自己的工作之后，原本的工作是做不动产投资。差很多，先要做复合餐饮啊。对啊，那时候回来想，在台北看到的都是一些
复合式的餐饮，是、哦、那时候想说，哎，你看看喝咖啡，你看穿的那很漂亮，西装笔挺，根本就是虚荣嘛，我们看到是这样啊，就想说，哎，那所以好险他制止你了，你只是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没有看到辛苦那一面。哎，所以就要问一下老师，老师是家长要不要在什么样的行业需要涉入，什么样的行业需要让他自己去发展？我们老师也帮我们准备了相关的资料跟大家来分享、哦、来看一下。其实呢，现在的年轻人创业、啊、父母在旁协助的事业类型到底是什么呢？传统子女接手多，新科技父母难介入。老师，是这两种差别性比较大，是因为传统行业可能爸爸妈妈他从年轻的时候，然后就在家里做这样的事业，然后一直到了小孩子慢慢一个一个生出来以后，然后就一个一个月在家里当成小帮手、小帮手。嗯哼。所以相对的，然后到了爸爸妈妈年纪，到了可能对某一个阶段，可能年纪比较不像过去那么比较有体力，那么有持续，儿女又很担心怕爸妈太累，嗯，所以就会介入去参与。希望跟父母亲更轻松一点，是，所以父母交给子女，子女接手很自然而然，很自然。那新科技父母难介入的意思是，就难了。可能现在比较针对新的，比如说现在要做个 APP， 或者是做个程式或等等的，可能在这一块，父母亲对高科技的东西就难以介入。对，所以这时候反而是他一样，他去协助儿女的创业过程，可能是做一些比较打杂的、帮忙的，不然就是最简单出钱的，是资金来源，对不对？对。到底父母在如何介入？介入之后啊，沟通当中可能又有很多的问题，这就考验了亲子之间的关系。马上来看看我们第一个故事，是来自于简家简许全先生、简志源先生他们的故事。我们家的味方，不管是孩子、大人，吃过都说赞。我本来是一家面包店，只有做街坊邻居的生意。因为我从小就开始学，学校毕业我就是学做面包的嘛。以前每天就是日暝安尼一直做。讲一个较艰苦的，就是讲过年都无想过年，大概伫食围炉迄久，阮都无时间拢爱食饭。我们小时候年夜饭就是在店里吃啊，然后吃到一半，哎、欸，客人来了还要去卖，还要去卖客人。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其实很讨厌做生意，很讨厌家里还要做这样。加上回头想想，父母他们那时候也很辛苦，早上在三四点起来做面包，所以其实我们看很多，也体认很多，也从这样的环境长大的时候，真的就告诉自己，不要做啊，对。那你用洗丝的好了，好不好？好，我们就用洗丝，来帮他挂个洗丝。毕业后就在外面工作，那工作一两年之后，就发现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了，那我们小孩子也都长大了，那还需要让父母那么辛苦吗？老店来讲，如果他没有去转型，他事实上他竞争力没有办法跟欧式面包店去竞争，那势必要转型，就要考虑到另外一个课题是说，你要做什么，怎么样才让老店有竞争力，那甚至有新的生命。所以那时候包括便利商店也好啦，或者是复合式的餐饮啊，都是我们考虑的选项之一。他说要回来，我是很高兴嘛。他可是他跟我想的又不一样，我就直接反对。他说要改复合式的那个商店，当然是心里最不高兴的时候了。因为好不容易创业那么久了啊，你一回来说要改就改。把面包店改成米香专卖店的时候，也是一开始也是遭遇到很多的担心呐、啊。其实事后我们想起来，它是一种担心的，包括我们从门市的重新装潢、产品的开发，甚至跟设计师的合作，把人家从旁边在看的时候，他都会先反对在先呐、啊。其实他们把他们担心是用反对的表示方式来提醒你，所以才慢慢的去跟我父母去沟通，甚至彼此去互相去退让一步，然后彼此去用对方的心情来体谅的时候。慢慢的让我父亲能够
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对。那老板的话，他是非常亲力亲为的，把每个客人当作是自己家人一样在招待。他们两个的相处的话，他们的感情很好，都很融洽。对，我们也是很谢谢我们父亲啊，给我们这样一个舞台。这个当初也没想到啊，以前我们立志离开这里，离开这里不想要做那么辛苦，希望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过现在做到这样，有一个目标，然后这个目标不是就可以用金钱的。说就是能够人生找到一个置业是不容易的。其实现在想一想啊，我当初退让给你们还是对的。假如说没有当初的退让，不可能现在有现在啊，也不可能你们也会好好的发挥。两个人嘛，是还够看怕的。对，我们会继续努力。好有喜气的感觉。其实米汤本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婚庆在用的，事实上对我们来说也许不是婚庆，小孩子听到嘣一声就是开心，香可以吃，对不对？对。请问一下爸爸简爸，一开始的是面包店，先介绍一下你原来的面包店的历史好不好？我面包店是从1971年就开始了。哇，39年了，快40年了。因为我自退伍下来就开始开面包店，自己也做了这么久，生意应该也不错，还可以的，客气了。好，应该希望他来接手吧。那个时候不敢讲，为什么？因为他们一起爸爸没，为什么不敢讲？他们那时候看就怕了，就一直招我靠，你知道？你看，回不来，你感觉得出来？你感觉出来一点别招就是啊。对，为什么这么不想接？就是怕了。从小做到大，对啊，就想大家的。可是你没有真正做啊，为什么会怕？你又不会做面包。你的同学都在玩的时候，你是在顾店的，你是顾店顾到对啊，你要看电视的时候，我们要装面包哎。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好，我们家四个小孩，每个都努力读书。努力读书是为了离开家里。好残忍啊！哎呦，就到外地去读书的时候，你就会。就不用常回来要帮忙，真讲真的。那后来是会回来的原因，真的就是在外面工作了一段不同经历之后，身边人会愿意说，趁着你还年轻的时候，然后去冲冲看，就这样一句话。所以冲冲看想到了复合式的餐厅，复合式的咖啡店。对对，那个时候在台北看到的是就是这样。你怎么跟爸爸开口啊？说我要把你的面包店关掉，我要做复合式的餐饮店。我那时候是跟他说，我们来转一下，像台北这样开起来看多漂亮啊，多好看啊。然后他脸很臭，还是马上就说 no？ 他想说你要卖给谁？简爸是专门为了反对他而反对他，还是你真的认为他没有想清楚？真的认为他没有想清楚，是因为我们主力生产业是，跟闽南订单啦，像机关开会了，都是订准备。你说。你说回来要改这个变成棉式的，专门棉式的，我就很伤脑筋，我是不能生存，不能生存了。可是简爸爸，终于有人要回来接了，他没有逃家了，要回来接了。其实当时啊，伊要回来哈，我顶多甲讲，你要回来接，你都要专心回来接，不然跟他做表皮也没有用。对，要深入做下去，不然就是烧钱。每种事情都是一样，要尽量再有底的，是有滚。是。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的青年才俊想要创业了？来分析一下他们的心态究竟是如何？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创业者在投入创业市场呢？有以下的种种的心态哦，包括了他们想要满足企图心跟成就感，再是。希望能够成功致富了，不要再是领死薪水了，我也许做这一笔就可以发了。在家人支持我去创业，可是呢，如果年轻的人呢，要取代原本的传统的产业，要来重新的创业，那怎么跟自己的老爸跟老妈沟通啊？传统的观念不是不好，只是现在我有我的新想法，怎么样互相不要那个代沟，那个沟越来越深呢？其实我们老师也帮我们准备了以下比较适合沟通的一些方法哦，其实包括了创业的四本，包括了本人、本业、本事跟本钱。老师，是基本上大部分就是说，开始儿子或者女儿想要回来参与，然后
扶持家里的事业，希望可以再把家里的事业然后打出应该有的品牌，然后让自己的事业更好。其实家中父母亲都很乐于见到这样的成果，是是，只不过都一直很担心啊，这个行业我已经摸了三四十年啊，这个妹妹嘎嘎我都知道了。嗯，长辈希望不要稳健型的，对，可是年轻人觉得哎，我有看到外面有新的机会，我们可以用哪些新的，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市场。嗯，所以因此包括了你刚才说到本人本业本事本钱，意思是什么呢？创业这四本，所以就要像这样，我觉得简报讲得很好。嗯，啊，你是真的真的要回来给我玩真的吗？真的是本人愿意全心投入吗？嗯，第二个，那相对的你对这个行业你到底有多大的兴趣？嗯，然后外加阿姆到底有多少本钱？哦，没关系，儿子你来做，爸爸来挺你。那退掉了，你不要再做复合式餐饮，后来呢？当然还是先尊重爸爸的想法。嗯，那很幸运的在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接受到政府的辅导计划，叫地方特色产业辅导计划，这中小企业处的。是。好，那这时候我们把地方在地特色的概念融进来，所以我们把我们基隆的和平岛的海藻啦，八斗子的丁香鱼啊，融入我们的产品当中。嗯，对。可是那时候融入产品当中的时候，也其实有很多产品可以融入啊。对啊。那会做成一个米香呢，其实是因缘际会，就是因为那时候后来就结婚生子了。嗯，那因为小孙子喜欢吃米香啊。你儿子啊？对啊。哦，爸爸以前你看我第一次养第一次养看他多喊的黑米汤啊。哎哎，我看到都不会想要吃啊。你不想吃，但是孙子要吃，孙子很想吃，爷爷就会说：“我买我做给你吃。”对对对对对对，终于又有人把他当英雄了，那就做给自己的小孙子吃就好了。跟变成生意还是两回事吧。其实那时候，他一开始也不认为这是可以变成，因为他是你看我们过去面包店嘛，可以卖可能几百种的商品。对，那米香只是因为小孩子喜欢吃而已，就做成这样。嗯，那时候我记得那个辅导计划刚进来的时候啊，把基隆的和平岛的特色加进来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把它做成海藻米香。嗯，哎，慢慢客人越来越喜欢吃。嗯，那又很特别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米香可以是台湾，甚至可以说世界第一片可以吃冰的米香。现在夏天也有人喜欢吃哦，好像不知道现在吃起来冰冰脆脆，很喜欢吃了。是，所以变一年四季都可以卖。那一年四季可以卖，我们卖。后来慢慢奇怪，营业额终于超过面包了。是面包收起来吗？没有，那时候其实也不敢收，也是还是继续卖。可是那时候一个观念想，我要让客人来米香店买米香，而不是来面包店买一个米香。我要做专业的事情。专业的。哦。慢慢其实，而且慢慢在做这米香的时候，我们就慢慢了解属于地方的感情，是地方的特色，地方的农业渔业。然后我们再讲把刚才讲到了要假米汤盖和汤那样文化去把它找出来的时候，终于找到什么叫热情了。怎么说？因为越爱它越投入越多，你所以才会越有兴趣。所以你这个热情的意思说你现在越投入了，对，开始有更多的想法，对对对，甚至感觉到米汤让别人感到幸福啊，哎，对，有不一样的感觉。啊，对对对，你就开始热情跑出来了。当然最重要是我儿子喜欢吃啊。这个人就一直在动嘴巴，都气死人了。你讲的也是他在做啊，也是你爸在做啊。对对对，还好没有，我有弟弟啦。对啊，他在做。对，所以我们全家都投入了。对，所以我弟弟后来也回来帮忙，也真的还好有我弟弟。哦，我们兄弟两个一起做。是，哎，不然假如说啊，光我跟我爸的冲突应该有很多了，很难做下去。是是是，哎，所以弟弟算是会做西点的人，也会做传统的。没有，我弟也是都不会做。我就想嘛，我们但他真的投入的是自己在做制造的部分。现在他就投入在制造了。哦，对，所以我现在在这里跟你们聊天，他很辛苦的在做米香，跟你们喝茶。老师再问一下，从原本。虽然听起来都是食品，但其实是南辕北辙的，是等于是走入一个创新的行业。是，对，它其实是风险很高，对不对？风险非常高。可是我觉得比较好一个地方，可能是简爸从小就开始阿德阿超啊，阿德半嘎被科奇科桑奇来包米包，所以变成姐姐从小在那个环境中，所以他已经有基本的基础功，而不是完全陌生。对对。然后到了久的时候，他也许出去看到外面，他刚好又把外面新的一些事物带进来，带进来又透过在外面社会所看所学，所以他又想到，哎，那个东西我可以重新来做。所以他，我觉得最主要
他透过这样的去做执行，得到了找到他要的热情。所以我常常讲，其实真的大部分都是不快乐的工作，不快乐的员工，是就是没有听过不快乐的艺术家、芭蕾舞者。我觉得在你工作，你这样去做，你找到你的热情，说得好，说得好。所以他开始透过这样又赚到钱，又回馈，他就获得成就，又有成就，他又学习学历放在这一块。这边呢，那个赖妈妈呢，原本的工作是，纺织跟染色方面，就是染纺方面的。你自己在做的事情？我是在上班。你是在上班？我是在这些公司上班。就是纺织跟儿子在做的是不是室内设计吗？对。所以你本来有去外面的室内公司？我本来也在上班。也在上班？对对对。那这两个怎么都在一起？怎么会有这个想法？都在一起，我要开始创业。我们的初期是这样子，因为妈妈还有弟弟嘛。妈妈就算是我舅舅这样子，他本来也是在一个洗衣行业里面。洗衣业。家族的事业吗？对。OK， 然后呢？那他这个部分在做的过程中，其实因为洗衣服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就是拿衣服去洗，拿裤子去洗，就烫啊，那等等这样。那有时候有一些客人，他变成常客之后，他会问说，因为我衣服破了，能不能帮我顺便补一下？我鞋子脏了，能不能顺便洗一下？是。我这个包包也脏了，能不能也顺便洗一下？是。那开始我们会觉得，哎，这个我们不是很内行的，可不可以就不要？那他很热情，就是说你拜托就洗，有干净就好了，有干净就好。那为什么会？你叫我去帮你去包包清洁，我也不会啊，为什么会？因为我是家族在做这些啊。家族也是弄的是衣服啊，没有清过包包啊。比较少。因为我是在这个方面，我在做染纺方面，我这些有做过印染啊，或是手工方面的。包包常常会有一些需要染色的部分，掉色了或是染色了要怎么去掉，所以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的知识，或是怎么清洁它。是。我在这方面是属于比较专业。那做好好的，为什么要创业？其实我想法也那时候也是蛮简单的，就是我那时候在室内设计这一行里面，我出了社会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个东西跟我所学的是一样的，没错，可是我自己本身没有很有热情在室内设计上面，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在看清楚自己的部分很重要，我认为我自己不是那一块料。所以你选择的是？我选择就是创业洗涤或者是处理包包。对对，那个部分那时候是因为妈妈他们那个舅舅这里有一个机会，他们是说衣服洗的他们已经好几十年了，有三十年了，那突然要增加这个业务，他们不是很能够去负荷，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家里的一句话说，哎，那你要不要做做看？谁的一句话？就是那个妈妈这边就是说，反而是你鼓励他，所以是舅舅跟妈妈这边的意思，说啊，反正我们没有吃不下来，你要不自己做做看。对，就做了。对啊，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啊，有何不可这样，是就试试看这样。所以你做就好了，干嘛把他拉下来？他有他自己的工作，他要养他自己耶，你干嘛把他拉下来？因为当你真正投入一个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不懂东西太多了，然后有需要很多别人能够帮到你的地方。例如说，我就常常请教很多长辈，例如说，这东西应该怎么清洁，然后这个。又药剂的部分应该用什么去做？然后维修的部分，妈妈又有很多的经验，然后阿姨呀、就等等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是，在后场的部分是。那我们自己要认真的部分就是如何把这个东西原从一个传统行业做成一个新的品牌。对，那尤其又是专门针对配件的部分，不是只有衣服，是对，还有就是包包、鞋子类的东西。那碰到一个全新的产业，我需要创业。这个是大哉问，也是一个大家常常会需要知道的事情。老师帮我们了解一下，到底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假如让重新换到一个新的跑道的话，我觉得第一个要做足功夫。我觉得刚刚在跟赖妈跟那些我们在外面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好的有看到，因为第一个他在妈妈这边然后开始做的时候，他很注意顾客的心声。所以他这里就嗅到，原来顾客的包包他需要有另外的洗涤，他这个包包需要简单的维护，是，所以他就专心又从这里就找出他的有没有商机点、时机点，然后他就刚好抢到市场前面先机，是，所以我觉得他是很标准的市场上的创业三机一体化。跟家人合作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哪些事情呢？我们也准备了以下的相关的资料。如果你是跟家里合作，也许有很多的好处，也许有很多的坏处，包括家人共同事业需要注意共同的好处。
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利益分享。老师帮我们说一下吧。是，基本上家人因为可能比较不像一般在公司，或是因为可能各个部门，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想法，那只是为了公司指定共同目标，我们这样去做，难免有利益上的一些纠葛，或者说价值观想法不同，可是毕竟大概都同一个家庭的，同一个家都是同一群猪，那猪的想法可能就是说我们共同。就比较不会考虑到，谁会吃的比较多，谁拿的比较多，是，所以大家就可以互相照应，所以生活上的机动性来得比较高。OK， 二来可能就跟简爸，我说简先生小时候他虽然讨厌面包，但是我觉得他想看面包还是喜欢，还是会吃啊，也衍生了新的商机。我觉得从赖先生他看到赖妈，至少他把一些东西到那边，所以他从过去，其实我觉得跟他过去所学也有部分相关，因为他毕竟从。装潢设计是美感的东西，一直到这个东西，所以你会欣赏从什么角度？我觉得还是有部分相比较有相关联的。是，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家族不管是长辈或者我们新接手是新创的人，绝对是跟我们有息息相关的要素。只不过你还没找出来。我觉得我看到这里，姐先找到他的热情，所以他现在甘愿了。是是，但是最主要共同利益分享，其实有个地方。就我所接触到个案，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公司有赚钱，然后家族事业有赚钱，事情会很多。可是只要家族事业不赚钱，问题就很多。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可是相对只要卡上利益的东西，可能在利益不均没有办法充分的大家 share 分享到，它达到真正的公平。越亲密的人啊，你可能会觉得哎，什么事情都不要计较，所以比较没有制度。是。可是万一就是没有制度，公司就乱了。啊，大家都会是人治的社会，人治的公司就比较难成立。但家族的企业本来就是有好有坏，好比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应该算是家族企业，还算是母子企业呢？因为他们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母子之间到底该如何在上班的时候好好来沟通。马上来看一下我们的故事，是蔡素兰跟赖士林。蔡素兰就是我们的赖妈妈，他们的故事。在家我是一个平凡的母亲，那在公司我是我儿子的最佳事业伙伴。我在纺织业一直做了很久，差不多也二三十年了，事实上是不错，但是我们经过开会决定，就是他要创业，我们大家都支持他，所以就毅然决然把工作辞掉，决定跟他当同事，那跟他一起创业去到那边。我自己算是可以。一开始我们的店面是早在河江街一个小巷弄里面，交通不方便，客源不多。然后我们后来决定找一个锁定一个比较特定的族群，人潮比较多的地方。所以我们终于在东区找到一个二楼的店面。做生意没有那么容易，事实上前两年是亏钱的，不够房租。因为我们发现现在的客户群年纪有下降，然后网络也比较发达，我儿子他们都有上网的习惯，那在网络上也有自创一个品牌啊。我儿子他因为不怕拒绝，平时他都会尽量去拜访精品的客户，还有相关的品牌，现在才有这些客户。因为妈妈在工作这方面呢，给我蛮大的帮助，就是说在后场的部分，她可以协助我。把一些技术面的东西，因为他从前就是有化工的背景嘛，那他又有技术面处理维修，还有一些清洗相关的经验。我在外面专心的去跑客户的时候，去拜访客户的时候，那他能够在后场的部分把这些东西都安稳的，也很安心的把客户东西处理好，然后让我们交到客户手上，这个部分是给我很大的帮助。
实在这里哦，我有犯错的时候，或是我们有争执的时候，他都很凶。他有时候太凶的时候，我会很生气。虽然是我错，我是妈妈，你也不能对我这么凶啊。那我就会进去里面，有时候会偷偷掉眼泪。那回到家的时候，因为他归我管，所以他回家的时候会跟我道歉，所以不会为这种事情在家里有什么变化。有时候难免在工作上都会有一些意见不合，或者是因为工作的流程方面的观念不一样，然后导致一些争吵。其实我觉得说在工作上，亲子之间一起共事的时候，用情绪去磨合工作上的一个过程，其实并不是最好的方式。那我们这边给你做个报价一下。我们是分得很清楚，在这里我归他管，但是回到家的时候他归我管。我们彼此了解以后，我们沟通上就没有问题。那油渍有些可能跑进去了，我们要再帮你把它处理掉，它是。我第一次碰到母子可以一起创业，然后看到他们感情都还蛮融洽的，觉得真的很棒。能跟家人一起共事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也非常甜蜜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放下身段，听听孩子的意见，彼此沟通，一起成长，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这就是你们天天工作的工具，对不对？对。靠这些工具就可以创业成功，大家如果这样看的话，真的把洗包包这件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它其实很多眉眉角角。对。最大的眉眉角角是什么？举一个例子来说。例如说，像当客人送东西来我们店里的时候，那甚至他在网络上下单跟我们送洗包包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提供这个免费的服务嘛，来回收送是免费。那他跟我们下了这个单之后，我们收到了这个包之后，我们要很清楚如何让客人了解到说我们东西要帮他清洗的效果会到达什么程度，然后哪些地方原本已经有的状况处理完之后能够改善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些都要很清楚让客人。这是专业呢。对对对，这可不是猜，说我猜可能会洗得掉，而是我告诉你他可能洗完之后只剩下原来的色彩的光泽的70%哦，要讲得这么清楚就对。对对对对。那你本来有自己的工作做得好好的中年女人，为什么要放弃工作跟儿子一起去？因为我想儿子嘛，他刚年轻，他要刚好要成长，要有一个自己的事业。那他一直跟我沟通，沟通到好，我们全家都同意。去他那边工作，跟他一起工作。你也算是鼓励他支持他，对不对？所以现在他是老板。你是员工哦。你有发薪水给妈妈吗？有，一定要。为什么会这样问？当然有啊，尊重这样。因为我本来就有工作。所以你现在要的是薪水耶？我们现在等于是请我挖角我来的，对不对？他给我挖角的。母子在一起工作会不会常常吵架？他们一定会吵啦，我听到。你们会吵架吗？我们吵得也很凶。吵什么？例如吵什么？这个部分的话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说在创业的时候，例如说像我们自己在面对客人，像我刚刚讲那些很多细节，那些繁琐的细节要跟客人讲清楚的事情非常的多，而且 SOP 对不对？有很多东西都要一标准的一个作业流程，对，一个程度一步一步这样做下来。然后我们有时候外面跑客户的时候，我们会花时间，花很多精神，花很多甚至金钱在维系一个客户。那好不容易找来的客户，我们为了要让这个客户可以给我们做这些事情，但是因为我们一个步骤没有做好，然后客户就拜拜了。例如我们讲好说，我们的客户他们只要有东西送来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在处理之前有发现到任何状况，我们都要先回报给客户。对，我们要先跟他讲说，你这个包包在做之前我告诉你，你这个发现了一个状况，那我们已经有刮痕咯，对，我们做了之后会改善，你的锁已经有裂咯，对对，那能够改善成什么程度。那妈妈没有说一开始有做，然后久而久之可能因为忙嘛，就会漏掉这样。所以你就骂他，像老板骂员工这样，口气不好，口气不好，因为对我们来说是就事论事啦。你少来，不过他真的是啦，对，他是老板。
他还是会，他私底下还是跟我对不起的。回到家还是要，就是说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口气不对，是还是要。就是我们是真的是你想要提醒的，但是有时候你知道事情多的时候，我自己没有控制到很好的情绪 EQ。所以公司就是公司，我是老板，你是员工。回到家，母亲大人原谅我，我声音太大声了，对不对？还是这个都要抓好。就家人之间的合作，就常常会有所谓的沟通，到底要抓住那个理性还是抓住感性？我觉得要看你公司意，你要走的文化。嗯嗯。我觉得假如是走比较家族性的，可能会比较亲情性的，可以多多体会。长辈其实也是来帮我们的，希望我们好。是。所以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如何用的方法？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有体制、有制度的公司，我们必须让别人作为以身作则，是，不然人家也那我们底下的部署员工会觉得啊，你看老板的妈妈都可以啊，然后老板的儿子都可以，我们就不可以，就两套标准了。对，两套标准。你跟家人之间好像都没有分得很清楚哦，你们是裙带关系，我们不能得罪你哦。所以当时在骂的时候，你也会拍桌子吗？没有，也没有这么厉害，不至于这么严重，不至于这么严重哦。而且其实家人要自己想清楚，为了公司好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对，场合要分清楚。对，场合说的太好了。场合有分清楚吗？你们两位不容易啊，不容易。实话实说，不容易。会容易吵架吗？会有争执啦。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体恤，除了他是你爸爸之外，他年纪大之外，他可是把一个快40年的店转成给你了嘛？意思有点这个意思，对不对？当内疚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也确实啦，对不对？对、啊。那父亲扮演的角色到底在你的现在全新的蜜胖的这样子一个事业，他的角色是什么呢？只是师父吗？其实不会啦。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就是一个就冲嘛，然后当你冲过头的时候，就需要后面有人给你拉一下。对对，不然你很容易就会超速了。对对对对。那之后，我父亲跟我母亲就常扮演这个角色。是，对，我记得，比如说我要把面包店转成米香专卖店的时候啊，光光那用一年来说服我父亲，让我们去把它转型成一个面包专门米香专卖店。钱爸听到他一年一直跟你说服就还呢，可是你怎么接受的？那我们来做专门做蜜胖。我是尾啊，感觉讲伊讲的吼。其实我们老一辈哈，都听年轻人讲的心声了，是爱，一定爱。咱家己老的一辈爱好好思考。他这个走的这个路是真对，啊无对，一定有对甲唔对的嘛。你讲有对，嘛就有块坎坷的路啊，喏，无平顺的路啊。咱阿去讲辅助与克服，这是重点。其实。开始要做经营，免讲啥，一定是挫折很多。讲一项，一定反对一项的。反对一下。没有说，马上讲，马上答应。对。所以他一年来说服你，你现在就变成真正在做蜜胖，对不？对。服务的现在的课程跟以前课程应该不一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客人？有啊，其实我们现在的客人，包括大概是婚庆的。会用我们的米香，有的是之前是伴手礼嘛，地方的特色伴手礼，之后就是婚庆的，因为很多新人他会为了我想要一点不一样的，对，每个新人都想要我的喜饼让人家记得，对，所以他就会来去找我们的米香，是，对，那找我们的米香，我就觉得这还好，那时候有帮忙包面包、卖米香、卖这些，所以你想到包装这件事情，对，除了有包装，还有我们开始可以把文化讲出来，啊，比如说。你讲的文化就是使命咯，就是使命感会出来，对，就是使命感出来，你就会想说，我今天是要把这文化传承下去，不要消失掉了。对，然后这时候我父亲就会接受，因为跟你有关系啊。对。有没有碰过很多不一样的包包或不一样的客人？有，我遇到一个客人，他蛮特殊的，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们接到他这个客人的时候，他是一个大概。跟妈妈差不多年纪的一个妈妈，然后说来我们那里的时候，她自己一个人拎了一个很大的袋子，拿出来之后，大概里面是三四个包包这样子。那其中有一个包包它很特别，它就是大概这么大，上面有一个木柄已经断掉了。那个妈妈她告诉我说，其他的
可不可以做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包多少钱我都要做。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包包他是他妈妈前几个月过世的时候整理出来的遗物，这样在整理的时候里面有一张纸条，那个纸条是他之前在纽约读书的时候，他妈妈穿个旗袍拎着那个包包去找他的时候带去的包包。对，那个包包我们后来接到这个包包之后，我们跟他讲说，好，那我们想办法，一个礼拜之后回你电话。结果有修复吗？对，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帮他把那个柄，裂掉的柄，对，找出来，然后做一样的尺寸，帮他修，然后烤漆做成一模一样的。那整理完之后，他来拿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他过了一个礼拜，他又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自己写的，亲手写的。感谢状，他送给我们。他上面写的是一个标题，叫做“一个皮包三代情谊”。对，他后来他又背着那个包包去找现在正在纽约读书的他的女儿。哦，对，哎，所以包括你们做的事业，不只有感情，其实都是有他的故事在里面。对，就是各式各样的故事都有。所以从来没有想到亲子的关系可以进化成伙伴，或者是我最重要的好朋友。我今年33岁。我今年62岁。我今年56岁，我是专业理发。我今年60岁，跟女儿一起开了一家餐厅。啊，在开餐厅之前也磨合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后来就大家坐下来沟通，大家都达成共识后，母女感情也慢慢的变好了。我觉得我跟我儿子做同样的行业，我感觉还有话讲，这样很 OK 啊。从部队退伍之后，我一直很想创立一个服装品牌，感谢妈妈的帮忙，我才能够圆满我这个梦想。我也很高兴，除了出钱以外，能够应用我的专长来帮助我儿子创业，我觉得很高兴。今天这集很特别，就是父母他们是中年，他们愿意放弃自己原有的工作，陪着孩子一同去创业。这样子特殊的例子，我们还是希望听听看我们的父母对于大家，尤其是中年要换跑道这件事情，你们的建议是什么？来吗？第一个要想清楚，小孩子他今天想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想要创业，这个行业的前景。要看看自己收入有多少，也要看看自己的老本有多少，哦，要跟着他一起下去呢，对不对？对呀，啊。哦，那孩子的薪水当然不可能给我们跟外面的一样多，啊。他在抱怨了，但是是支持他，你是全力的支持。对，我后来是我们全家决定以后，决定支持他这个新兴的行业。感谢一下妈妈，我这个妈妈太棒了。真的，因为其实妈妈刚刚讲那个没有错，从刚开始没有说你真的薪水没有付很多，对不对？对。一开始一定是比较少，那后来慢慢就是应该要回归正途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回馈嘛。对，然后也感觉到妈妈这几年真的有变老了。所以你现在希望妈妈退休了吗？他已经有在谈这个他休息的时间。那也许妈妈说我不想退休，我还是想继续。那也是欢迎，就看你的决定了，对不对？好，再来，我们请我们的老师帮我们做个总结。是，其实属于家族事业，往往都是父母亲怕儿女太累，所以他会下来帮忙。那相对的，可能换一个角度，可能子女是觉得父母亲的事业，我不想让他们太辛劳，所以他们来加入，都是为对方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家就是一个爱的地方，可是爱往往是我们事业支持动力最大的地方，但是往往是伤害最深的地方。是，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做儿女，有时候要多听，多问，然后多多让长辈来参与我们的事业，每天的日常的运转之中，或许长辈在哦，原来他参与以后，他知道，他有参与感，就会有认同感。了解。来，爸爸，今天还是要请你跟中年人要转换跑道的一些建议，好不好？现在少年囡仔吼，要冲是上好了，是。
因为咱是惊伊唔做尔，可是讲那阵大家在。即大家即好朋友啦，咱讲真个啦，囡仔若有，伊若冲，咱尽量鼓励因去冲，啊，咱后壁再较注意小节的所在，是咱重点的。回应一下爸爸说的，我真的也很感谢我父母给我们这样的舞台啊，尤其在我们第二代创业的时候，其实，在产销人发财里面，我们的资金真的就是会比其他人来的轻松一点。对，我很谢父亲跟我母亲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舞台，把一个。基隆的这样一个以前的老面包店传承给我们，那我们也很感谢老天爷的眷顾了，让我们有机会把这米香做得那么有声有色，不敢说有特色，不敢，然后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置业，而且你要战战兢兢的，对，生意这种事情说倒就倒，对，说好又好，就是很奇特，对，就是看你怎么样去用心的去对待，对，所以我们就是很谢谢他们有给我们这样机会。现在除了第二代之外。第三代也来了，而且这个第三代就是当年促使他们的那个动机，我好想吃好多的米汤哦，所以爷爷就做给他吃。欢迎我们的第三代进场，简小弟弟还送上了我们的米汤。小弟弟长得真可爱，叫什么名字？简尚豪。几岁？九岁。欸，他跟爷爷长得比较像。很喜欢吃米汤哦。多喜欢，一天可以吃几个？三个。最喜欢的口味是什么？可可呀。大家讲这么清楚。用你的话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他们来吃你们家的米汤，你来说说看。因为脆脆的很好吃。总而言之就是很好吃，好不好？谢谢大家。最重要的是正如老师所说的，其实家族事业或者是你需要放弃你原本的职场，投入到你孩子的职场，不管怎么做，当然希望事业成功，但是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有你的亲情。感谢你的收看，谢谢简爸，谢谢你，谢谢简小弟弟，谢谢，讲得很好啊。